看，今天是8月27号，礼拜六，然后我们准备要前往伯明翰玩。我现在在那个雪菲尔火车站，从这边搭火车过去要2个小时。到达了伯明翰，是 Birmingham New Street。这边的车站啊，都比雪菲尔还要大，然后它的设计都很好看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准备前往 Birmingham Cathedral。来到每一个城市，通常我们都要先去它的教堂。至于原因呢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每一个地方的教堂都很不一样，然后都很漂亮，所以我们就先去参观一下。这边在我身后的就是 Birmingham Cathedral， 但是他今天因为有私人活动，所以我们参观不了。对，现在我们来到了 Victoria Square， 给大家看这边。哟，这家卤饭真的很好吃，它很有那个台湾的味道，然后它的那个卤肉也卤得很嫩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准备前往那个伯明翰大学，然后也是很有名的红砖大学之一，应该很漂亮，去看看。现在我正在大学里面骑脚踏车，他们大学大到要骑脚踏车才可以去，超扯的。大学里面也太美了吧，这个。这就是伯明翰的校园里面，它跟雪菲尔比起来的话，大太多了。
在呢，来到了伯明翰大学，它这个校园好美丽啊。来吃一个三宝饭。没有，他刚才在学我。一碗要台币450块钱。就我们 repeat 一次，他讲。但是蛮好吃的。我们讲一下 repeat。现在已经宣出来了，累去过了。一会儿回去做。圣玛丽教堂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教堂非常的漂亮。He tried to say dry. Can we hear it all? Bless you. I tried to say dry.Didn't wear very well, but you know. Hello. Oh, she's coming. 我们要准备回去了，现在是晚上的6:40。对，要准备前往车站，要搭火车回去。Jafel.